什么情况下会让你羞到想要挖个洞把头埋起来呢？是内裤外露示众，还是哭到妆花了的丑样被看光？靓丽外表的明星一个动感舞蹈结束后，一下全身的模样被捕捉个精光，够糗了吧？只是想比个爱心而已，没想到小师却出来见人了。就连宝儿也沦落到失忆的行列了。左擦擦，右擦擦，还拿起来闻，这也太……不过粉丝们应该还是觉得很帅吧。这告诉我们以后不要穿灰色衣服。耶稣的宣中心特别报道。